Hallelujah, hallelujah.
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四月的第二个礼拜，四月十一号。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一同来敬拜我们主侍奉的又真又活的上帝。请各位预备心，我们的帮助是依靠造天地万军有的名，他所承持的万代，愿恩惠平安从父上帝并主耶稣归你们，阿们。请各位一同来唱诗第一首，请大家来吟诗头一首。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向你低头，因为你是叫我们抬起头来的上帝。主啊，你叫我们低头，因为你是叫我们
要给头来上帝，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在你家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虽然外邦人对我们说，虽然外邦人对我们讲，你的上帝能给你什么好处？你的上帝要给你什么好处？我们要指着你的信实慈爱，因为你的信实慈爱做爱。我们说你我们的心欢喜快乐，因为你讲好，你让我的心欢喜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国丰收新酒的人，主啊，你这样恩待我们，主啊，我感谢你这样恩待，教导我们存感恩的心来敬拜你，你教导我们存感恩的心来敬拜。在这多苦多难的日子里面，这个多苦多难的日子里面，你不撇下我们为孤儿，你无何我们做孤儿，我们感恩不尽，我感恩不尽。奉主耶稣圣名，奉主耶稣圣名，阿门，阿门。今天的经句是《路加福音》第四十二章。今天的经句是《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三十二节。三十二节，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因彼此讲在路上，你跟我们讲话，我们讲解经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有主的同行，有主的同行，这个道路是有福的，这个道路是有福的。即使我们在非常极其悲哀失望的日子，虽然我们在这个悲伤失望的日子，孤单，真孤单，彷徨，彷徨，紧张，紧张，不安，不安，无奈，无奈，我们再也不惧怕，我们再也不惧怕，不怕，不怕，因为这些都不能够拦住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因为这不能拦住我们到主的面前。蒙恩惠的即时的帮助，我用得到主的帮助。我们一同来唱诗第二首，我们三个来吟诗第二首。主内的各位，今天我们要起印一段的经文，最后一节呢，我们一起来念，是取自《约翰福音》十五章从十二到十七节。我来起，大家来印。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
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认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愿上帝赐福他的话，谢谢大家。让我们以历世历代的众信徒一起宣告我们的信仰，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有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各位打开圣经，请大家献开圣经。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24章13到35节。今天的福音是路加福音24章13到35节。正当那日，
就等那日，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个清晨，就是耶稣过那个早起，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在学生当中有两个人往一个乡村去，这个村子的名字叫做以马忤斯，这个乡村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也有25里，离开这个耶路撒冷大概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一切事，因彼此谈论所遇到一切事情，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跟他们三个同行，只是他们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只是因为眼睛迷糊，没有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是什么事呢？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是什么事情？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他们就站着，脸上带着愁容。其中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名叫哥罗巴的回答说，他们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名叫哥罗巴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说出的事吗？你在耶路撒冷做客，兼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情。耶稣说什么事呢？耶稣说什么事情？他们说就是拿撒勒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上帝面前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有大能。因为说就是耶路就是拿撒勒耶稣的事情，他是一个先知，在上帝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官府的人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然将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说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当时我们所来所盼望的，要像一些的百姓就是伊。不但如此，而且这是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不但是安呢，而且这个代志成就现在已经3日了。在这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坟墓那里。当时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让我们真惊奇，因清早到坟墓遐，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的天使显现，说他活了。不见他的身体，就到来跟我们讲，讲看见了天使显现，讲他还活了。又我们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有我们几个人往坟墓遐去，说拄到那亲像妇女因所讲的，只是无看见伊。耶稣对他们说：“就耶稣对因讲，无知的人啊，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先知所讲的一切话，恁的心信的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基督这样受安尼受害，过入了伊的荣耀，也不是应该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反经上只做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对安尼，对摩西和众先知起，反经上所记着家己的话，拢给因解讲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还是要往前行。将军因所去的乡村，耶稣亲像要前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因却强留伊讲，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时阵已经暗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跟我们睡个点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耶稣就跟因入去要跟因三个点的。到了作息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到了作息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就提给因。他们的眼睛明亮了，因的目睭明亮了，这才认出来。这才认出来。耶稣忽然不见了。耶稣忽然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因彼此讲，在路上喊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活了吗？
因比丘讲伫路上，伊甲咱讲话，互咱解经圣经的时阵，阮的心间是火热吗？他们就立刻起身回耶路撒冷去。因就立刻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起。回耶路撒冷，我拄到十一个学生甲因的同人聚集在一起。说主果然复活了。就讲主果然复活了。已经向西门。看到显给西门看了，已经显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波比的时候怎样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因两个人就将老中所遇到和被病的时候怎样让他们认出来的事情都给述说了。我们读经到这里，我们读经到这。今天的题目是耶稣是我们最好的自由。今天的题目就是主耶稣是上最好的自由。我们晓得一个人的成功，咱知影一个人的成功，最少需要有四件事，最少有四件的代志。我们称它叫做生命成功的四个柱子。咱叫咱生命的这四根条啊。头一根柱子就是信仰，这头一个条啊就是信用。你信怎么样的神，就是信咱的神，你就做怎么样的人，你就做什么样的人，你做怎么样的人，你做什么样的人，你就活在怎么样的情况里面？你活在什么情况里面？所以人的宗教观，一个人的宗教观，决定他的人生观，决定他的人生观，他的人生观，他的人生观，接受他，决定他的宇宙观，决定他的宇宙观。什么叫宇宙呢？什么叫做宇宙呢？宇就是上下左右谓之宇，就是宇就是下。上下左右叫做宇，这个是空间。这个空间。什么叫宙呢？什么叫宙呢？古往今来。古往今来。叫做宙。叫做宙。所以我们活在我们的时间跟空间里面。就咱活在的时间跟空间里面。我们的信仰非常重要。咱的信仰非常的重要。如果你信真神，无论你信真神，你就得到神的祝福。你就得到神的祝福。但是你如果拜鬼，那是你拜鬼，你会三分像鬼，七分。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亲像三分，亲像人，七分亲像鬼。不要说养鬼，唔免讲养鬼，就是人养蛇，就是人养起爪。你到卖蛇的人那里去，你去到那个卖蛇，你进去的时候，进去他家里的时候，你就可以出来时候，冷冰冰的，就冷冰冰的，很可怕，真惊。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就帮助人，要回到神的面前，回到到上帝面前，让我们的身心向神是正确的，我们心心拢心向上帝。第二根柱子，这个头那几行的条啊，就是家庭，就是家庭。如果你有一个好的家庭支撑你，那是你有一个好的家庭支撑你，夫唱妇随，夫唱妇随，长幼有序，长幼有出息啊，子孝父母慈，一个子孙祖母不足，父严，父严，兄弟相亲，一个兄弟相亲，妯娌相顾，一个儿女相顾啊，结果家庭就非常乐趣。结果这个家庭就非常的好。第三根柱子是什么呢？第三根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生活上需要有事业。就是咱的生活中一定有需要，因为我们需要生活，就咱需要生活。所以第四根柱子是，就第四根，第四根条就是朋友，就是朋友。在家靠父母，你出来靠父母，出门就靠朋友。就你朋，出门就靠朋友。有一句话说，有一句话讲，只要你告诉我你的朋友是谁，你准备你跟我讲你的朋友是几组，我就可以告诉你是怎么样的人。我就跟你讲，你是伊是什么款的人。因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因为近朱者赤，近一个墨就黑。所以你的朋友决定你人生的方向。就你的朋友来决定你的方向。那今天我们知道，今日好难知影。世界上有很多酒肉的朋友。世界真侪的酒肉朋友。啊，他只要你给他好处，他做你朋友。因为只为咱有好处，伊就做你的朋友。但是苦难你来的时候，总是苦难来的时候，他就不要你了。伊就无要你了。但是我们感谢主。总是咱的感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就跟咱人讲。有一位朋友。有一位朋友。比兄弟
更亲密，比亲兄弟更加亲密。我们晓得兄弟没有得拣选，就那咱再要咱兄弟不要当好，但是朋友可以拣选，就你朋友要拣选。所以如果你有好的朋友，就是你有好的朋友，他会帮助你成功，要帮咱弟成功。那么朋友是什么？这朋友是什么？当你遭遇患难，当你遭遇患难，孤单，就是孤单，悲伤，就是悲伤，痛苦，痛苦，可怜，就是可怜，彷徨，就彷徨，无奈的时候，无奈的时候。头一个来看你的人，头一个来看你的人，那个就是你真实的朋友。那个就是你真正的朋友。中国人说，对吧？国人讲，不要说朋友，不要说朋友，免讲朋友，亲戚都很难啊。有的亲戚而且有好的亲戚，有好的亲戚。所以中国人说什么呢？就一点国人讲什么呢？富在深山有远亲，徛在一个深山有远亲啊。穷在闹市无近邻，穷在徛在这个老爷的所在也无人知。所以许多人穷了装富，有一个人真上香哦，装作很有钱，装作假作真有钱。有的人有钱装作很穷，有的人真有钱假上香。所以这个世界是个西方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个真西方的世界。要找的真实的朋友不容易啊，这个真实的朋友不容易。但是我们感谢主，都是我们感谢主，不是我们拣选主，不是我们拣选主，乃是主拣选了我们，是主拣选了我们。正像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今天的经文跟我们说啊，我们晓得主耶稣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主耶稣讲：“我个无称你是仆人。”我把你们当作朋友。我把你当作是。因为仆人不晓得主人的心。因为仆人不知要抓主人的心。也不了解主人所做的事。不了解主人所要做的。但是我所做的。总是我所做的。你们知道。恁知影。我们感谢主。咱感谢主。主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咱伊听咱心，咱也知影。也信。也信，也信。我们晓得交朋友很要紧。咱才要交朋友真要紧。中国的古代的箴言，古早的古言讲，他怎么说呢？伊安怎讲嘞？与善人交，如入自然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以致俱坏。跟好人来往，那个好人来往。好像一个人进到很香的房间里面，进到真香的房间里面，慢慢也不觉得香了。那久久也不知影，因为你跟香合在一起，也变成一个香的人。因为你这个香该做才会，还是但是反过来，中间的反过来，与恶人交，如入鲍鱼之室，久而不闻其臭，以致俱坏。跟坏人来往，那是跟坏人来往，好像进到那个。血脉血里很臭的巴萨里面，亲像入这个巴萨麦咸气的所在啊，很腥啊，啊，真臭臭，很臭啊，真臭。但是慢慢你不觉得臭了，总是慢慢你无觉得臭了，因为你自己也变成一个发臭的人，因为你渐渐姑姑变成这个发臭。我们感谢主，咱感谢主，我们必须亲近主，咱必须来亲近主，主也亲近我们，就亲近咱，所以主使我们生命。慢慢的道化像他一样，所以上帝祝福咱把那生命慢慢的道化，这就跟伊相关。古语说，古语讲，三人行，三人行，必有五事也，必有五事呀。三个人一起走，那三个人三个行，其中的两个，其他的两个，其他的两个，有一个会比你更好，有一个比你更好。你要这其善的种子，要拣选他的好来学他，你就拣选以后来接伊。啊，这其不善而改之，这就也唔好。另外一个比你差的，你不要跟他一样。那无该学相的。所以你要看见他的差在那里，你要知影伊好处的，来改变自己做一个好的人，改变家己做一个好人。弟兄姐妹，兄弟姐妹，我们人不但要慎度，咱人唔单单要慎度，我们要谨慎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咱家己要谨慎的时阵，还要慎言，还要慎，谨慎你的言语行为，要谨慎咱的言语，慎思，心思，咱的谨慎咱的心思。你要注意你所想的，你要注意你所想的，对你人心里所想的就说出来了，你心里所想就讲出来。
还有医药，够着行，要慎行，要细致去行。你所行所做的要小心，你所行所做的要细致。还有一样，够着行，慎终，要慎重。到老的时候，到老的时候要更加谨慎，要更加慎重。有一个卖保险的，有一个卖保险的，问一个人，问一个人。你要不要保险？你要保险不？他说你保什么险啊？你要保什么险嘛？什么都保。哦，什么拢保？保火险。保火。保车祸。哦，车祸。啊，保健康。保健康。啊，什么都保。什么拢要保？后来那个人开玩笑的跟他说。跟那个人讲笑的。那么我问你。我问你。人到老的时候。人到老的时阵。晚节保不保？就是晚节保会掉不？他摇摇头，一摇头。很多人到老的时候就糊涂了。人我到老了真糊涂了。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我那种清醒的头脑，能够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要行在正确的道路，不偏不倚，不偏不倚，做一个真正成功的人，做一个真正的人。感谢主，感谢主。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等咱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软弱不能行善的时候，等咱软弱未晓行的时候，当我们抵挡上帝不行正。真理的时候，等咱抵挡上帝无叫真理的时阵，主竟然为我们死了，伊是竟然为咱死了。上帝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上帝听就咱显明了，并且保罗告诉我们，保罗跟人讲，上帝拣选我们的时候，上帝拣选咱的时候，强壮的不多，强壮的无偌济，智慧的不多，智慧无偌济，富足也不多，富足，有能力的也不多，有能力的无偌济，我们是非常平凡的一批人，但是一个真平凡的人，但是神没有轻看我们，都是上帝要轻看了，他来要改变我们的一生。改变我们的命运，改变我们的命运，改变我们的心思，改变我们的心思，改变我们的思路，改变我们的思路，改变我们一生的幸福，改变我们一生的幸福，让我们可以领受他的祝福，我们来领受他的祝福。所以他借着圣灵，他说他借着圣灵，使我们在他里面得到新的生命，我就来面对着新的生命，我们就脱去了我们的旧人，咱就脱掉咱的旧人，穿上新人，穿上新的人，一举一动，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新生的款式。圣经告诉我们，圣经跟人讲，当我们穿上新人做基督徒的时候，当咱穿上新人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有三样很奇妙的祝福。我就是得到三项特别的祝福。第一样，头一项就是有真理，有真理。第二，第二有仁义，有仁义。第三有圣洁，第三有圣洁。这三样是讲什么呢？这三项讲什么呢？讲到我们的理性，就讲到咱的理性，理性得到更新，也更得到。第二，第二，我们的德性，我们的德性有了进步，有了进步。第三样，第三样，我们领受神给我们的性情，我们是要求上帝对我们的改变，在上帝的性情里面有份，在上帝的性情里面有份，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这是非常宝贵。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看见刚才在主耶稣活的那一天，我们看到的主要说过我的日子，有两个门徒，有两个学生，一个叫格罗巴，一个叫做格罗巴，另外一个他的同伴，一个叫亚当。他们离开耶路撒冷，离开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去。以马忤斯我也去。我们晓得以马忤斯就好像万能的加勒，咱做啊，以马忤斯就是万能的加勒，或者万能的加德，就是万能的加德，就是有温泉的地方，有温泉的所在。他们心里冰冷，因为心情冰冷，因为他们痛苦，因为难过，因艰苦，悲伤，失望，失望，因为他们信不过耶稣活活的事情，因信不过主耶稣活活的代志。但是虽然他们离开了蒙福喜乐的城，总是虽然一离开了蒙福喜乐的城，但是主没有离开他们，总是主没离开他们，所以他们走路的时候，总是他们走路的时候，主耶稣来亲近他们，主耶稣来亲近他们，那么对他们说，与他说，你们在世上所谈论的是什么呢？你们就说谈论的是什么事情呢？他们在路上谈论耶稣的事情，你们就说谈论主耶稣的事情。他说你既然从耶路撒冷来，你既然对耶路撒冷来，难道不知道论到主耶稣的事情吗？你说到
轮到最要说的代志吗？大家称他是先知，伊大家讲伊是先知，是上帝所赐给人的祝福。伊是上帝所。但是祭司长跟官府，伊是这是这个官府，把他抓起来，就给抓起来，定了死罪，给定十字架，并且让他钉在十字架上。一架钉在十字架。现在已经三天了，有六天三天了。有人说他复活了，也再也一个活了。也看见了天使，看见看见天使，天使对他说，天使对你讲，他不在这里，你一无在此啊，坟墓是空的，这坟墓是空的，他已经活了，已经过活了。为什么你们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为什么你在死人当中来找活人？主耶稣已经活了，也就是说已经过活了。但是有人看见，总是有人看见，有人不信，我也不信。所以那个时候呢，主耶稣就从圣经里面来讲解耶稣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就对圣经里面来讲，来讲解主耶稣的代志。耶稣是弥赛亚，就是主耶稣是弥赛亚，是复活的主，是复活的主。上帝让他从死里复活，上帝对叫一对死来复活，来证明上帝接纳他的奉献，来证明上帝接纳他的奉献，来证明主耶稣代赎的功劳是成功的，就是来证明主耶稣。就是功劳是成功的，来证明主耶稣给人最大的盼望，来证明主耶稣给人最大的盼望。但是他们还是不明白，总是因要是不明白。圣经说什么？主耶稣讲，因为他们信得太迟钝了，信得太低度了，因为他的眼睛迷糊了，你的目睭迷糊了。所以耶稣跟他们同行，就是主耶稣跟他们同行，向他们显现，向他们显现，他们认不出主耶稣，认不出一起主耶稣。后来走走走，一路行。走到离开耶路撒冷25里外的，就行到这个离开耶路撒冷25里以外啊，到了以马忤，到以马忤，我天快黑了，天都要暗了，日头已经平息了，就是山已经平息了。主耶稣好像还要再往前走，主耶稣看到想要再往前，他们就对他说，已经禁止伊讲。日夜日头已经平息了，伊讲咱已经先了，日请你留下，咱坐落来。跟我们一起住吧。啊，我差个点了。主耶稣就顺了他们的意思。主耶稣就顺了他们的意。跟他们一同进了房子里面。跟三个入房间。当他们吃饭的时候。等一吃饭的时候。耶稣站起来。耶稣站起来。拿起饼来。拿起饼来。擘开了。擘开了。递给他们。他们看见耶稣手上的钉痕。因看见主耶稣手上的钉痕。眼睛忽然明亮了。目睭忽然明亮。认出主耶稣来了。相信主耶稣来了。耶稣不见了，耶稣就碰不见了。感谢主，感谢主，耶稣来帮助他们，主耶稣来帮助他们，重挑他们的希望，重新的挑望他们的希望，让他们看见活的主的荣耀，也可以看到主耶稣国外荣耀。他们的生命改变了，他们的生命改变，他们的思想改变了，思想改变，他们的道路也改变了，道路改变了。所以当天晚上，当天的暗时，他们就转回耶路撒冷，当他们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当因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发现门徒们都聚集在一起，跟学生上到桌子会啊，他们说，因讲，我们看见了，我已经看见，主耶稣显现给彼得还有其他的门徒看，主耶稣显现给彼得和其他的人，这两个人就对他们说，这两个人就对他们说，我们也看见了，我也看见了，主耶稣活了，主耶稣活了，向我们显现，向我们显现，所以他们把他们在路上。一直在耶稣为他们擘饼的那个时刻，就你的领导就是一点主要说你老舅被变回来的时候啊，认出耶稣实在是活的主，那个时候他们非常的高兴，弟兄姐妹，主耶稣的活，主耶稣的国话，不但证明他永远没有撇下我们，来证明主耶稣永远没放下，主耶稣活，主耶稣的国话，叫我们领受完全的救恩，主耶稣的活，主耶稣的国话，让我们得到永恒的盼望，得到永恒的盼望，主耶稣的活，主耶稣的国话，让我们在神面前称为义，让我们的生活得到称义，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咱感谢主，我们不灰心，就对，咱不灰心，我们不丧胆，咱不丧胆，因为我们有位复活的主，
他有能力胜过试探，胜过苦难，胜过死亡，为我们打开了救恩的门，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来，还有差遣圣灵住在我们心里，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在世上无论遭遇怎么样的苦难，当疾病痛苦重担，忧伤烦恼，孤单紧张不安彷徨无奈的时候，只要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晓得基督教的历史里面有一首非常宝贵的诗歌，就是耶稣我至好的良友，就是耶稣是我上至好的朋友。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我们在主里面有那么好的一位朋友。这首诗歌成为许多人的安慰，成为许多人的安慰，听着真侪人的安慰。特别是闽南人，特别是闽南人，每一次唱的这首诗歌会流眼泪。每一摆念这首诗歌时，就流目屎。最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罪过甲烦恼。最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罪过甲烦恼。咱有极大的祝福，咱有极大的祝福，通到主的恩座来求，要到主的恩座前来求。虽然有时阵，咱失落平安，咱失落平安，道道挂路艰苦事，道道挂路艰苦事，咱只要到主的面前来，我们就会告诉主，心疼阿莲免烦恼，就得变起。心疼安宁，心疼安宁免烦恼。今天我们要请一同来唱这首诗歌。这是来唱甲吟这首诗。第四首。第四首。何等恩友。何等恩友。
我们低头祷告。让三个祈祷。主啊，主啊，在这多苦多难的世界里面，多苦多难的世界，我们需要一位真正了解我们，我们需要真正了解我们，关心我们，关心我们，爱我们，听我们，扶持鼓励我们，来扶持引导我们，一位好的朋友，一位好的朋友，你是我们的恩友，你主你是我们的恩友，我们感谢你，主感谢你，你爱我们的心。你怎样我的心？我们也知道，也相信。我们怎样也相信。你就是爱。你就是天。当你的爱在我们达到完全的时候，当这你的天达到完全的时候，就把一切的羁绊都除去了。当一切痛苦拢除去了。感谢主。感谢主。愿你的爱不但充满我们的心，当你的天来充满我们的心，也帮助温暖许多冰冷的心灵。你帮助那冰冷的心。让我们传扬这位复活得胜的主，哦，我们传扬这个得胜的主，传扬这位爱我们至深的上帝，哦，传扬这个至深的主，赐福给我们的家人，祝福给我们的，有病的求你医治，有破病求你，软弱的求你刚强，有的软弱给你刚强，贫穷的求你帮补，有的不刚强给你帮补，有需要的求你补助我们的需要，有的补助你的需要，特别在这个多苦多难的世界里面，特别在这个多苦多难的世界，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愿你与我们亲近。你和我亲近，让我们真正领受你的祝福。我们也真正领受主的祝福。感恩不尽，感恩不尽。奉主耶稣圣名，奉耶稣圣名。阿门。阿门。主已复活，主已复活，战胜死是给他们，叫一切心刚定。战胜死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止灭亡，反得有生。你们来，你们来，你们都来赞美耶和华。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多苦多难的世界里面，有一位永远没有离开我们的主。你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人，要快快找到了这位良友，也让主找到了你。已经信主的人，已经信主的人，要介绍这位主耶稣给别人，介绍这位主给别人，带领更多人归向主，要带更多人归向主。这是我们活在喜乐当中的更大的喜乐。这个我这个全部
国较大的迄落。万隆福音堂。万隆福音堂。在神的面前。在上帝面前。是一个蒙福蒙恩的教会。一个蒙福蒙恩的教会。也是一个蒙爱的教会。是一个蒙爱的教会。我们在这里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很多而且听主兄弟姐妹。也是蒙主所爱的人。也是蒙主所听的人。欢迎你跟我们一同来敬拜主。欢迎大家跟我们来参加敬拜主。你每一个主日上午。每一个礼拜，再去。十点钟的时候。十点的时候。我们用闽南话。跟国语来讲道，用闽南话跟国语来对讲。请你收听，请你来收听。弟兄姐妹，如果信了主，那上帝这边信了主，你愿意有份于圣工，你愿意有份的圣工，你的奉献，你的奉献，可以通过银行转账，通过这银行来转账，送到教会，送到教会，或者你能够。从神所得的恩典分享给许多需要的人。愿主悦纳你的爱。愿主悦纳你的奉献。如果你有什么需要，请尽量告诉教会。我们有无相通。有无相通。弟兄姐妹彼此相亲，要尽我们的力量来关心你。我们报告这阵，我们再来唱第五首。咱先搁个唱第五首。好，请各位站立。三大家站起来。我们要领受神的祝福。那你们领受主的祝福。但愿我主耶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能力与你们同在，从今直到主耶稣再来，直到永永远远。阿们。Mari kita membantu saudara-saudara kita yang terkena bencana di Nusa Tenggara Timur melalui GII Peduli. Saudara dapat membantu dengan memberikan sumbangan kepada nomor rekening yang tertera pada layar Anda.